係中華隊贏啦，睇下。這場激烈的足球比賽，中華隊戰敗了巴西隊，獲得世界盃總冠軍。是喔，是中華隊贏喔。邊度是啊？明明就是咁讀嘅。這場激烈的足球比賽，中華隊戰敗了巴西隊，獲得世界盃總冠軍。又是喔，咁即是邊隊贏啦？咁就是一個謎啦。所以無論寫任何報導，掌握好邊個嘅使用方法好重要嘅。各位同學，我哋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。我哋下一集將會講一啲關於 beautiful 嘅故事，請大家繼續期待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